全国各界庆祝妇女节的乐工晚会，庆祝今天晚上几点半钟起，在台北市妇女城中心举行的由日方剧团演出国剧《日方的剧团花木兰》。今天应邀参加的除了相声演员，还有周冠南星、马寿华、高义宏等500多人。全国各界庆祝妇女节的活动，从本月3号开始，已经举办了手工艺品展览会、国际妇女联谊会以及观念反动艺术等多场活动。他们应邀到前线去慰劳3000将士。